本分局院里分住所于113年7月18日晚上20:20许接获报案，在苗栗县苑里镇世界路与中正路口有交通事故。经到场了解，为一名23岁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，沿中正路西往东方向行驶，与另一名41岁陈姓男子驾驶普通机，沿世界路南往北方向行驶，双方于闪光号志路口发生碰撞，机车驾驶喷飞后倒地送医，所幸并无生命危险，双方酒证时均为零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。警方呼吁民众，驾驶车辆行经闪光号志路口时，如遇闪光红灯表示在直干道，应让干道车先行后，方得续行，以维护用路人安全。